作界把当年拍《还珠》演员与台湾演员闹不和的内幕写在博客里，引起苏有朋和陈志鹏的不满。3月6日，苏有朋就在博客中回应，称周杰的爆料文章纯属恶意重伤，子虚乌有，不但否认当年有闹不和，苏有朋甚至还表示自己一度十分欣赏周杰的演技。我不晓得在其他的剧组或是其他演员怎么样，但是在我这边是没有的。合作是很愉快，是吗？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坦白讲，我自己是新人，我每天观察大家就是前辈的演技都来不及，其实我还挺欣赏周杰的演技的，那时候他也是我学习的一个对象，就我自己自顾不暇，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心思。一向低调的苏有朋如今被周杰的博客们推上了舆论的风头浪尖，在采访中不时流露出郁闷和无奈。我觉得事情到此为止了。好，谢谢，还是蛮支持你们的，就觉得这是周杰一个炒作的一个。既然是炒作，咱们就到此为止。那你觉得呢？既然是炒作，就到此为止吧。Thank you.